我有很棒的故事要讲给大家听，很喜欢说故事给大家听。说给大家听，我想把故事拍成影片。要怎么拍呢？快告诉我，为什么拍片还可以出国？为什么？怎么做到的？影像企划案怎么写呢？要从哪里才会知道呢？哇哦，这么多好奇心，我们通通满足你。快来报名小导演大梦想短片创作说明会，快来报名参加哦！